学生了没出道的艺人张艾雅，凭借亮眼外形收获了不少粉丝的喜爱，也是各大综艺节目的常客。日前，她透过社群分享了和主持人何笃玲的合照，却被眼尖的网友抓包，疑似修图修到墙壁都歪掉了。随后，她再次发文承认自己修图技术很差，而且直到被网友抓包才知道修图软体中缩小头部比例的功能会导致照片背景扭曲。她自嘲自己太笨了，希望有人能教她快速又不留痕迹的简易修图功能。张艾雅还在贴文中附上一张没有修图的自拍照，搞笑表示自己就是一个不会修图的老艺人，希望大家别再笑他了，迎来粉丝们纷纷留言大赞，原图也能美成这样，根本不需要修图啦。